1953年，一位名叫尤里乌斯·哈勒沃登的德国神经学家，受邀参加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办的国际神经学科大会。哈勒沃登因为他在全球神经病理学方面取得众多成就而蜚声海内外。然而他的出现啊，却引发了科学界的巨大争议，原因是他在纳粹政权期间涉嫌非法获取病人的大脑，从事所谓的医学研究。随着众多调查报告的披露，哈勒沃登受到了众多的指控。为此，一个在二战期间由阿道夫·希特勒亲自签署，旨在优化民族、让人民社会保持纯净的梯次灭绝计划，也逐渐地浮出了水面。1939年的德国，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么一幕：医生竟然可以自主处死他们的病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里斯本举办的国际神经学科大会上，德国神经学家尤里乌斯·哈勒沃登因在神经病理学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获得发言机会。但是作为一名医生，哈勒沃登在其职业生涯中因收集大脑这件事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许多同仁质疑他获得那些大脑的方式，质疑他医学研究的纯粹性。作为一名曾经的医生，拉伯雷说，没有良知的科学只是灵魂的废墟。哈勒沃登被指控曾参与应受到谴责的罪行，但他却辩解道，一切只是为了科学研究。那么哈勒沃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不择手段地进行科学研究，究竟有着怎样的意图？毫无疑问，哈勒沃登是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不仅在德国，甚至全世界的神经病理学都得益于他所做出的发现。这就是哈勒沃登先生的档案。尤里乌斯·哈勒沃登1882年出生于德国东北部的普鲁士，他的祖父是一名内科医生，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师。受家庭的影响，哈勒沃登在他青年时期就进入了医学界。在职业生涯初期，哈勒沃登曾就职于位于柏林的一家精神病诊所，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30岁时，哈勒沃登得到了一份在兰茨贝格小镇当一名精神病医师的工作机会。此时他开始对神经病理学产生兴趣，他试图了解导致精神障碍的深层次原因。这一追求使得他参与了德国凯撒威廉学院的一项研究。凯撒威廉学院当时享有盛誉，是德国科学研究界的翘楚。而就在那里的神经科，哈勒沃登见到他后来的合作者乌戈·斯帕兹。1921年，哈勒沃登向斯帕兹展示了两颗大脑，而这两颗大脑是他从两姐妹的尸体解剖中获得的。两姐妹死于未知神经退行性疾病，从他们的医疗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曾经有过行为异常、运动障碍、肌肉僵硬、口齿不清以及认知问题。合作研究一段时间后，哈勒沃登和斯帕兹发现，竟然可以通过铁粉在大脑特定区域内的积累来标记出神经病理性病变。于是1922年，二人首次发表了关于疾病的文章，而这一疾病的名称则以他们二人的名字命名。此时的哈勒沃登已经40岁了。第二年，他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名叫伊丽莎白。这是他档案中唯一提及到的关于他私人生活的一方面。不久，乌戈·斯帕茨获得了凯撒威廉学院教授的职位，而哈勒沃登仍在继续研究精神病学。另外，
他还被选中负责监管这一地区精神病学诊所的病理部门。这一职位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剖室，并使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大脑。就这样，哈罗沃登得以继续做着他的研究。教授，教授，快过来！开始了吗？是的，是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哈勒沃登已经50岁了。他的大多数同事都赞同一种种族生理论。他声称，人和人之间有等级秩序，并且这种等级秩序有生物学基础。那些使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普赛人成为吉普赛人，还有导致不称职和精神疾病的因素，都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出来。这表示他们也存在于基因内。所有的这些人，还有许多其他人，都被认为是低等人。基于这样一种伪科学原理，并且为了避免被这些低等人污染，纳粹制定出了一个计划。第一步就是绝育。很快，在1933年，纳粹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对一部分病人实施非自愿绝育。这些疾病包括先天性智力低下、精神分裂症、精神周期性障碍、癫痫、失明、耳聋、任何严重遗传性畸形和急性酒精中毒。这项绝育法律颁布，使得将近20%的人口不得不接受身体检查。而此时的哈罗登已经成为了纳粹党卫军的支持者，唯一的要求是他必须是雅利安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作为医生做出的第一次妥协吗？好了，现在转向这边。就在他决定支持一项排除异己的运动的同时，种族卫生开始在德国盛行。19.5，想要结婚，党卫军成员就必须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对那些未婚妻而言，也包括阴道检查。为此，凯撒威廉学院也专门为纳粹医生开设了种族卫生课程。而哈罗沃登作为一名医生，1934年时曾在那里举办过关于遗传生物学的一系列讲座。这么做最终使得他更便于利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纳粹意识形态。自己都是新教徒，甚至他的妻子也必须这么做，追溯整整3代人，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他没有犹太血统。然而不久，医院和科研机构都收到来自德国内政部的一封信，信中规定他们和其他所有公共机构一样，必须解雇所有犹太或是半犹太的部门领导和助理。只不过在这个阶段，这些措施只是轻微地影响到了哈罗沃登。比如说，他的一些助手和实验室助理再也没有出现过。其实暗地里，哈罗沃登仍与他的犹太同事保持着联系。
一开始，当你读到哈勒沃登的信件时，你会说：“干得好。”作为一名德国人，你可以感受到那份自豪。还有人没有屈服于当时的形势，仍与荷兰的犹太同事保持着联系，会寄给他们科学杂志。当他们中有人去世后，会去慕尼黑参加他的葬礼，并给他的遗孀写美丽的书信。这个人与当时他大部分同事的所作所为都不太一样。然而在同一时期，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也已经准备好了从即将发生的罪行中获利。不久，绝狱行动开始了。关于该行动的所有文件都要经过由两名医生和一名法官组成的所谓的遗传健康法院评审，其他有关人士在听证会期间才会被告知，而他们并没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的权利。那些被哈勒沃登绝育的病人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儿童。而当他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词时，他似乎并没有发誓永不伤害自己的病人。此时，哈勒沃登在靠近柏林的波茨坦的一间精神病医院工作。在那里的儿科病房里，他见到了儿童精神病学家海因策医生，二人一见如故，都对调查导致精神病方面的起因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儿童精神病医院里，如同哈勒沃登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样，那些畸形的人会被拍摄下来播放给普通人看，以引起观众的恐慌。纳粹通过这种宣传手段，使得舆论开始变得与残疾人对立起来。这样，这些病人的父母觉得很羞耻，为自己生下一个畸形的、被认为是大自然的错误的孩子而深感内疚。纳粹却声称疾病是由于社会技能不足以及缺乏对社会的承诺所导致的。社会被描绘成一个活着的生物体，必须受到保护，不受寄生虫和癌细胞损害。为了达成最终目标，维护所谓的优等民族，人民社会必须是纯净的。纳粹补充，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你必须是健康的口号，把疾病转变成一种罪行。他们认为第三帝国只需要健康的独生子女。只有心智健全的人才能生存，其他人都必须被淘汰。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纳粹发明的。关于意识形态、优生学、种族卫生这些想法，早在希特勒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前，优生学家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德国医学界只等着希特勒下令，好让他们开展这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消灭德国境内那些不值得活着的人。这样，每个人都会是纯粹的。这就是他们如此在意身体健康的原因。1937年5月，哈勒沃登加入了纳粹党。虽然他加入纳粹党的时间有点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坚定的纳粹成员。然而，为了一切能够顺利进行，还有几个人必须加入纳粹党：汉斯·海因策医生。
在纳粹政权最后几年期间，哈勒沃登一直希望着可以在柏林布赫职位，那里是德国最现代化的基因与大脑领域研究中心。中心的创立者由于政治原因已经被解雇，而正是哈勒沃登的同事接替他担任了该机构的负责人。不久，哈勒沃登被任命为柏林布赫的神经病理学科主任，当时他已经56岁了。他将实验室搬到了位于柏林东北处的柏林布赫，并在此定居工作。但对于他的病理部门以及解剖室，哈勒沃登却把他们搬到了勃兰登区的戈登精神病院，因为他和新来的院长很熟。1938年到1945年间，戈登医院的院长是汉斯·海因策医生。海因策是著名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医生，他同时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种族和医疗政策的狂热支持者。尤利叶斯·哈勒沃登和汉斯·海因策从在波茨坦一起工作时就彼此认识。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哈勒沃登写道，他对当时还是由海因策经营着的位于波茨坦的诊所记忆犹新，因为他把它建成了类似于一种大学式的诊所。他还补充道，我们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彼此吸引，在这里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柏林布赫距离勃兰登堡戈登很远，于是尤利叶斯·哈勒沃登授权一名名叫艾克医生的雇员负责监管病理科。艾克之前曾在位于40号楼的实验室内工作，每周工作数天，他摘除掉病人的大脑，并交给哈勒沃登收藏。1939年春天，纳粹开始实施他们进化计划的下一步，希特勒开始下令建立起旨在消除那些精神或是身体残疾的人的计划。由于这个计划需要绝对保密，于是希特勒安排他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和元首大本营的总务长菲利普·布赫勒来执行这一计划，而布赫勒呢，又让他的副手纳粹官员维克多·布拉克也加入。就这样，布拉克预计有70000人将面临灭顶之灾。1939年8月，为监管这一行动，成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它被命名为治疗与院内护理慈善基金，它设于柏林一处被没收的别墅里，地址是蒂尔加滕街4号，因此这一灭绝行动代号为 T4。 T4 行动的官员先在总理府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5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医生受邀出席了会议，其中经营精神病院的海因策医生就在其中。他们被告知了这项所谓的安乐死计划，并被要求选出些可能适合在灭绝中心工作的人来。议程的最后一项与安乐死的方法有关，但到会议结束时仍未决定使用哪种办法来处死病人。这次会议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医生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密谋杀害自己的病人，但再次声明，并没有很多纳粹医生签署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卡尔·布兰特说，你可以把希波克拉底誓言挂在手术室墙上，但没有人会阅读它。由内政部发出的通告要求妇产医院和儿科病房报告3岁以下患有任何一种畸形或是精神疾病的儿童。这些简单的单页表格由那些从未见过受害者的医生阅读并批注，加号表示处死他们，减号表示放过他们。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T 四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现在可以执行了，强制绝育被中断，灭绝残疾人的进程开始。在戈登还有其他中心里，小孩先被杀害，他们或是被注射过量的苯巴比妥，或是被直接饿死。很快这一行动就秘密地扩展到成年人。杀不杀死某个人的标准不是基于这个人的基因是否健康。事实上，有一张上面写有三个问题的表格：这个人还有能力工作吗？有多少能力？他被拘留多久？第三个问题是：有人来看望他吗？多久一次？从一开始，早至1935年，希特勒就总是把对消灭残疾人与发动战争联系在一起。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齐头并进的。他当时所使用的借口是，医院里的残疾人占用了本可以提供给受伤德军的宝贵的床位，他们浪费了国家一大笔钱。为了什么呢？迫于一些压力，他最终签署的文件被大多数人接受为一项法令，但事实上他并不合法。鲍赫勒和布兰特医生负责向特定的医生授权，这样那些被最优秀的医生判定为无法治愈的病人，在经过细心诊断后可以安详地死去。签署人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切看上去都很官方正式，也很简明扼要。希特勒没有浪费一个字，他授权给布兰特和布赫勒，再由他们授权特定的医生挑选出那些他们认为患病最严重的病人。他不是一个杀人的命令，而是授权医生去选择哪些病人应该被处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适合进行这一手术的精神病院，最终选择了两间医院。第一间医院位于德国南部的格拉芬奈克，第二间医院位于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距离海因策医生经营的戈登精神病院只有几公里远。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灭绝人口的方法呢？请继续收看《丑陋的纳粹医生》下集。选择一个新的电力公司，当然要选择一个性价比高的公司。就像您买菜一样，当然要挑到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超市。 Terra Energy 从2002年开始就为住家商业用户提供各种电力服务，我们会 email 您每个月的用电量，我们有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查看您的用电量，您也可以直接用手机付费，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灵活计划，总有一款适合你。住家商业今天就选 Terra Energy， 您将享受德州最稳定、历史最长、服务最好的公司之一。住家客用户请打1866-438-8277或上网www.terraenergy.com， 请您记得使用 promo code Terra16。 住家用户请记得使用优惠号码 Terra16， 商业用户请打欠8324213451。使用 Terra Energy， 生活变得更美丽。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我们今天和曲好曲大师学做一道特别棒的菜，哎，女同志爱吃的，哎，我觉得都爱吃啊，糖醋天下人都爱吃，哎，糖醋小丸子，丸子饱满富有弹性，充实的肉香货真价实。制作这道酸甜酥香、开胃下饭的糖醋小丸子，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猪肉馅，调料有葱姜、红薯淀粉、酱油、米醋、白糖、料酒。我觉得这个菜哈，提倡那个每隔一个月就学做一次，至少要每个季度重做一次，因为总有一些人是没看见怎么做的吧。另外，就算反复的看，就像反复的吃一样，也是不会厌烦的。糖醋小丸子，先从肉馅说起吧。对对，我好激动。我们一般呢，你看啊，别太激动了啊，平静平静啊，平静。这个一定用什么呀？哎，肥瘦相间的啊。一般呢，咱们来家里头呢，三七开。三分肥，七分瘦即可。老师，你举手说话。那个，那我去买肉馅儿，今天就要做糖醋小丸子。糖醋小丸子。我去买肉馅儿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说：“你给我要三七开的这种吗？”对，没毛病。哎，他能听明白，能听懂的。哎，好。哎，你说三七开，我就三分肥，哎，七分瘦，哎，他就基本知道差不多了。在绞肉馅儿的手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哦。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做的什么呀？是糖醋小丸子。哎，小丸子，这是炸的。炸的，要求表面酥脆的。嗯，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用一种特殊的手法了。哦，好，那么这边呢，我边说边干啊。好，还要给它配。首先，我们切点什么？切点姜饼。啊，这里头别加葱饼，因为我们一炸呢，葱饼很容易糊，是吧？一会儿出来全有小黑点了，是什么原因？那点葱全糊了。但如果我们是汆丸子，就可以加一点。哎，加点葱就可以了。哎，炸千万别加葱。对，只用姜。只用姜就行了。够了。天哪，这个葱饼切的实在是很腻。哎，小姜饼，然后我们开始，我们再往里头加点料了。嗯，哎，我们加点盐，有基本味儿。虽然是做糖醋的，嗯，但里头一定有盐。要想甜，加点盐。而且这个盐始终都是定海神针。对。然后我们加一点点胡椒粉。嗯。去去肉腥味。这个是现在在给肉馅儿在码基本的味，基本味啊。那么里头呢，我们要有点颜色，我们再来点酱油。炸丸子对，应该是有点酱，它得上颜色呀，它不能不上颜色呀。汆丸子就用不着了。对，哎，然后最关键的里头我们加入什么呀？加入绿豆淀粉。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豆淀粉或者是红薯粉？啊，只有他们这样炸出才能够酥脆。在口感的差别上，使用淀粉的不同。哎，你看嘛，我用这个比较稠一点的。嗯。搁多少合适啊？500克，还要用不少呢。哎，你看见没有？我们一碗500克的肉馅，大约放100克的淀粉，啊，就这水淀粉啊。如果说要是干淀粉，那要放50克就差不多了。要的是它这个浆状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要给它拌制均匀。对，拌制一定注意我的手法。对对对，是刚才您说的特殊手法。特殊手法，这个手法呢？不能搅，这个要一搅完了，炸出来吃嘴里皮了，啊，它就不酥脆了。让它们之间的这个起了劲儿不行，不让搅，要松散一点，所以叫什么揣？这不是和面的？哎，对，和面的方法，这叫揣。所以要炸丸子，干炸小丸子、糖醋丸子，您必须用我这手法。哎呀，我觉得这两期节目应该一块儿放，嗯，就是这边看着我们上次学做汆丸子的，对，这边看着我们这次做炸丸子的，对。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对，上次我们一直是炸炸炸炸这样不停的转。对，这是不同的丸子有不同的手法。因为我们要不同的口感，这个炸丸子要那个肉的质感不要那么黏，而要松散一些。对，嗯，这个是用揣，但问题是揣到什么程度呢？哎，揣均匀了就可以了，把我们这些盐呐、酱油啊。啊，这些五香这个胡椒粉呀、料酒啊、姜饼啊，我们揣均匀了就可以了，好吧？一个是揣的手法，一个是刚才屈师傅给我们的那个肉馅儿和淀粉的比例。哎，揣完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捏丸子了吗？哎，对，可以炸了。这个呢，最好呢是什么呀？搁边上醒2小时。就真成发面了啊？对，不是醒，让它什么那个里面的淀粉充分的在里面溶解，啊，充分有点膨胀。这时候你吃这个炸好的丸子更酥脆了，啊，明白了，就是时间其实越长，那个淀粉在里面起的作用越大，更溶解了啊，跟它整个融为一体了，就更好了，直接决定了丸子的口感是不是就更好？对。点火。嗯。烧热了以后，把油放入。
我们要炸丸子了。对，我们炸丸子要炸一遍还是炸两遍呢？得炸两遍。以前强调过好多次，复炸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遍炸，第二遍炸的油温不一样。是，第一遍是成熟，第二遍要酥脆。趁着油温升高的时候，我们兑碗汁。哦，还要兑个碗汁。兑个碗汁，对。对对对，糖醋小丸子，糖醋汁啊，很重要啊。啊，我们来重点说这个。那么这里面呢，首先放入料酒一勺。葱姜水。两勺，然后酱油一勺，一勺半啊，一勺半。醋来了，醋来了，醋一勺，两勺，三勺，多一点。对，这个糖一大勺，一勺，两勺，两大勺，两勺半，因为比醋稍微少一点。啊，因为醋呢具有挥发性，是吧？把葱姜饼我们放入。有葱姜水了，再加点加点葱姜饼，这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汁儿是待会儿我们两遍丸子炸好之后烹上去的。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淀粉放入。如果是为了收芡汁儿用的话，为什么不到最后再搁这个水？我们要兑的碗汁儿，兑碗汁儿就一定要一起走啊，一起走。那这样的话之后我们就不用再特殊的再加这个淀粉的这个勾芡的过程了，是不是？对，碗汁就够了。因为这里头呢我们就全包括了啊。行了，下面我们开始，我们就开始，开火。哦，开着呢。我刚才是小火嘛，得容咱俩聊天的功夫。我很紧张，我一说要炸东西就很紧张。把那个姜水拿来，炸好的丸子好往在这里放。这个油温啊，永远我觉得这个都是要问的问题。现在油温呢大约在这个四五成热就可以了，就是第一遍不要太高油温。对，也就是说第一遍让它成熟呢是慢慢来的，慢慢来的。刚才呢，屈师傅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一秒钟，那一秒钟他去干嘛了呢？来，手上抹点油。对，这个是为了挤丸子的时候方便啊，比较滑一点。因为我们的丸子是一个一个不断的下，每下一个丸子油温就会受一点点影响，对，所以这个火呢也不用太调它哈。来，油温够高了，我就可以给它关小火了。像冒了这种大的气泡了，就说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看这挤的时候，给它前边，你看，给它不光滑的时候，稍微一光滑一调就可以了，是吧？第一个动作就是挤，第二个动作是把它整光滑一点。整光滑一点，看，它又把这个油温。火调大了，因为刚才那个油的声音突然变得微弱了，那就开始给它调了，这是视具体情况来定了。但是先下去的那些毕竟还是时间长了，时间长了跟后面的这个会有程度，会有一点点区别啊。对，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少有区别，所以手脚要快一点。大家听这个沙沙的声音，第一遍炸就是这个感觉哈。是让它慢慢成熟啊。怎么突然间就变颜色？嘿，好嘛，该让它变就得变。这个好像有点突然。这个红颜色是哪来？难道就那一点点酱油？酱油，这一点点酱油就能出这个红色？现在呢，我们把这火稍微关小一点，让它成熟啊。这时候不要大火，大火一会儿颜色都黑了。有的我们后下的丸子还没有成熟，先下的丸子已经炸黑了。所以要控制油温。真正的成熟是看上去它是飘起来的，对不对？对对。所以现在还不行，大家还在沉。我们沉一沉，沉一沉，让它一点点上色。一点点成熟，特别是后下去那个丸子，对吧？我们要等它一点点熟。刚开始我一直在挤，我都没动它，是吧？刚开始就是震震勺，让它别粘在锅底就行了。一震震它，有一定温度，它就飘起来，不贴在锅底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突然变色了，是因为那个定住的那一会儿，那底面其实已经变色了，稍微一搅和的就起来了。要等到小丸子在这个油面上飘起来，然后表面上碰有一点有声音了，有点感觉有点脆的感觉了，才行呢。对，这第一遍才算炸透。假如第一遍没炸透，有人会说那没关系，万一第一遍差一点火候，我反正还要复炸呢。但是第一遍基本已经成熟了啊，第二遍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它酥脆了。
高温炸完的丸子，它就吃到嘴里没那么油腻了。嗯，如果低温炸的丸子，一不够亮，二吃到嘴里感觉油乎乎的，嗯，会窝油，是吧？如果油温够了，啪，那丸子炸出很亮，而且呢酥脆，没那么多油，还不觉得腻。哎，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嗯，好，你看现在就硬了，嗯，啊，够硬了，也浮起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哎，就是说成熟了，往这里搁吗？啊，没事，我们先捞这里控控。好，现在我们把这油温再升起来，准备复炸了，准备复炸了，嗯，啊。嗯，大家可以看见现在小丸子这表面的感觉。对，你看这个时候，嗯，是吧？我们要拿这个勺轻轻的拍拍它，嗯，啊，让这丸子呢表面有点小裂纹，嗯，啊，有点小裂纹，嗯，表面裂点小缝啊，裂点小缝呢，这样呢它水蒸气就出去了，哦，水气能更好，水气的更好的出去，嗯，哎。这个第二遍的油温要高一点，要达到六成以上，哎，要看到它有一点冒烟，有点冒烟的感觉，一下擦一炸，表面酥脆了，再倒出来，立刻就给弄出来，哎，嗯，现在就是感觉有一点点烟气，六成了，是吧？你看它有点烟气了，嗯，哎，这时候就可以了啊，我们给它放下去，第二次的复炸，嗯，看第二遍马上那个水就搁这儿了啊，搁这儿了，好。这个就是刚才屈师傅说的，因为敲开了一点它表面的那个硬壳，哎，水汽还在继续出来。对，好嘞，这就齐了，倒入漏勺中，嗯。你看见没有？厨房里传来这种声音的时候，多让人激动。勺回一点点。嗯。我们把这个碗汁儿一定要搅和均匀了。嗯。碰碗汁儿。哎，碰碗汁儿。嗯。啊，最后把碗汁儿放下去，看见没有？嗯。哎，这个时候把这盆搁下去，翻裹均匀。好，关火，翻裹均匀，盛入盘中。你看没有，这点汁儿刚刚好，挂得均均匀匀，光光亮亮，紧汁包芡，吃到外边甜香酥脆呀，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嗯，我还是要请你们看一下这个锅，嗯，这像是做过菜的锅吗？这个汁儿上去的也太准了点儿吧？对，不能多，不能少，不能稀，不能稠，刚刚好，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吧，嗯，我得多吃几次，啊，才能理解到。才能理解到，不是多学几次，而是多吃几次，也多学几次，嗯，所以我提倡这个菜每个季度至少要学一回嘛，重复学我们才能记得更牢，嗯，这道酸甜酥香开胃下饭的糖醋小丸子做法是这样的。第一，将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馅中放入姜末、盐、胡椒粉、酱油、绿豆淀粉，用手揣匀，行至两个小时待用。第二，碗中放入一勺料酒、两勺葱姜水、一勺半酱油、三勺米醋、两勺半白糖、葱姜米、两勺水淀粉，调成碗汁。第三，锅中倒油，烧至四五成熟时下入丸子，炸到定型后捞起，在漏勺上用铁勺拍裂，等油温升到六成热时进行复炸，直到酥脆后倒出。第四，锅中留底油，烹入碗汁，下丸子，翻裹均匀，即可出锅盛盘。学完这个以后还有一个锦囊啊，我们好吃暂时不懒做，谢谢屈师傅，哎，下个菜再见。好，再见。天天锦囊，小米和山药都是健脾佳品，俗话说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不妨试试这款营养美味做法简单的小米山药糊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山药、红枣、清水、小米。做法是：一、山药清洗干净，连皮带须与温水泡过的小米、去核的红枣一起放入锅中蒸熟备用。二、把所有食材放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均匀后倒入锅中加热，煮开后即可饮用。